扎克打野的话呢，操作很简单啊，基本上是可以是一个靠思路的英雄。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打野，现在没有时光之力了。如果像以前有时光之力的话，他就非常的弱。现在呢也有所加强，因为他的这个组织 W 捡起来之后，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时间，减，好，吃一下。这东西比较短。呀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有被动，不怕的。哎，我拖，我先拖，我看我队友怎么说。哦，对，嗨根儿。哎，好，成功。好，这硬拖，硬生生的拖。虽然我们队友支援有点慢啊，好，不用管了，交给他了。哎，不用管了，哎，很聪明，你知道吧？他对面这个盲僧就没有灵性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硬生生拖，你知道吧？我死我肯定死不了，我就拖他。虽然我队友其实早来，他早死了，只是我的队友来的有点晚。哎，怎么没杀掉啊？哎，其实有时候打路人局啊，拖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因为毕竟路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他经常会的都不管你，所以当然我们还是要刻意的去创造这个机会啊。如果你发现你的队友真的不要这个人头，那算了，对吧？啊，那你这个麻烦还是要给他制造一些，我们也无所谓。你别看我交个闪现被动没了，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早用早 CD 的，有的这个玩家他舍不得用，一直舍不得用，哎，摆在身上就跟当宝贝一样，对不对？祖传的一样，有什么用？你早用早 CD， 你只要知道你现在没有闪现，你打法稍微怂一点就好，对吧？你什么东西都把它当宝贝，交个闪现就跟要的命一样的，那不行的。我们交闪现，我们闪现利用就很随意的，哎，我哪怕就说闪现，我打你一波血，我给你一波平 A 我都干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夸张的讲，有时候在对线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特别是在争那一波的时候，你给他一个这个闪现平 A 都可以的，都可以接受的，懂我意思吧？哎，所以说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强者，你非常的知道这个英雄的滚雪球的方法，你能够把它滚得很大很大，那这时候，对吧？有时候你就血量上稍微一点压制，你就无敌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这盘就赢了。我不想夸张，这盘就赢了。啊！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玩家都是会呵呵一笑，就觉得在吹牛逼，对不对？但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那种职业玩家，那种高手啊，比如说电音王者的玩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可能有。当我讲这话的时候，他就能引起他的共鸣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在线上你。不说白了，其实有时候一个普攻，有时候一个卡位，一个站位，这盘游戏就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够强，他能够把整个局面滚到对方控制不了。哎，他这个英雄熟练度很高，他选的又是版本很强的英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就像以前我们在玩这个螳螂的时候，螳螂刚出来很强，那时候进化的还是 W 主 W 的，我们上来只要一波卡位，那时候买大药水，你知道吧？一波卡位。站得好，红药一吃，游戏结束，就整个雪球滚到后面，就对面没得打，你再怎么厉害都没用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只要队友稍微的 OK 一点，都没有问题，有眼，留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估计我们是白跑一趟，应该是没有野怪的，没办法。但我们清野效率着实有点快，知道吧？已经把己方的野区全部吃完了，但到现在没有抓人啊。首先第一下路抓不了，我们给信号；第二中路也抓不了，配上一个卡特琳娜不好抓啊，所以基本上是刷野，而且上路也抓不了。王者之歌，上路它是一个男枪，其实说白了这把就是从头到三条路没有
一条路是能抓的。这波的话呢，说实话，他推这个线，我们帮他守一下吧。来，给他一发泥潭。咦，还一根 ，OK， 啊，走了。有点皮，说实话，他硬推没办法，我挡也挡不住，想帮他把线卡住，不然他很伤。哎，其实还好，毕竟我在这吃，对吧？也还好，只是他不舒服。我们到现在没有抓人，但是你不要以为就好像啊，你打酱油了，你打野就要抓人，谁跟你说打野就必须要抓人的？不是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不能硬抓，你有时候你像，对不对？上路这个你抓能抓得死吗？抓不死的。那有人说你去打一套啊，当然打一套是对的，但是这个解释就很麻烦，我们就不给他解释了啊，很麻烦，三言两语解释不完。有些时候是该打一套，有些时候是不能打一套，但是我们打路人局，你帮忙打一套的这种概念是不对的，哎，看段位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打一套只是血量上的一点点的压制跟帮忙，但是你所投资的将会是你损失一波甚至两波的野怪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讲到这个地方就大家应该懂了，其实不用讲明，不用讲明啊，你懂。该懂懂，该懂再怎么讲不懂啊，这就是灵性。来嘛啊！香菜吧，我们打到后面就是个大肉坨，超级大肉坨啊！但是有点烦，就对面有奶妈，所以说我们如果选择输出装的话呢，就会很脆。但是能他们奶妈就这个点呢用处就不大，因为我们经常能秒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奶妈奶不上来，打奶妈就一次性到位，像这种偷野怪，你的异技能千万不能交啊！一交你就完蛋。有个大招，有个异在手上，敌人是追不死你的。啊，那大招弹，哎，像这种的话，我们过来一波啊！由于我们是主义的，嗨哥，哇！像王生在我们身后啊，没有有那个，咦？勾引，哎，嗨哥，他不敢打的，他不敢打的。嗨哥，大招提速，嘟嘟嘟嘟，哎，大招提速啊，这个大招就用来提速了。像这种就不要排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知道吧？我相信有很多强迫症的玩家会把这两个眼排掉。哎，你排这个眼不如怎么样？哎，在这种尴尬的时期，你到了，那简直是怎么样？天降神兵，对于格雷夫斯来说，天降神兵，没办法，他走位走的有点好，可能是这个地方有眼，不一定。像这种情况啊，我们他这个，好，可以，赶快让他走，因为李青看到这种情况，他肯定要来。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可以。多吃两波野怪啊！现在吃野怪基本上不掉血，回血回得很快的，再加上我们神剑，很快，组织要第一时间捡。嗨哥，为什么称他为嗨哥？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吧？啊，年纪越大的玩家越知道我这个嗨哥的意思，满满的回忆，嘿嘿嘿。说实话，这波红 buff 最好别打，大鸟可以打。我们打完可以回家了。走了，回家。红 buff 不打啊，等会出门从下路，哎，兜一波上去。我们选择出一手，看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选择，队友打得不错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肉装搞起来。队友如果打得不怎么好的话，那就输出装。但是我们队友打得还不错，你像卡特啊，包括这个格雷夫斯啊，都还可以。所以我这把叫肉到底，就可以。忍者逐巨，这个蓝盾，
然后一手，对吧？绿甲，哇，爆炸，反伤甲，对面基本上就打不动我了，我只能。蛤蟆跳，这种跳其实经常会用得到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游戏很多玩家不知道，就是路人局的时候，还一根，卧槽，那种大招提速，哎，提速，我的一码好，你知道吧？还一根。哎，就逼他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手大招放得舒服，逼他投我红，忍投。这个游戏在路人局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曾经呢，我们做过一个统计，啊，一个数据，是什么数据啊？我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。比如说，你玩防身，或者说什么挖掘机，对吧？哎，当然了，我们讲的段位是在，比如说黄金啊，或者白金。或者白银这种段位，白金以上的话那种还好啊，特别是白金以下的段位，你玩打野，你在抓人对吧？你抓抓抓抓抓抓抓，你从头到尾你抓到20分钟，你发现你抓了十个人，啊，好 ，OK。而对面打野，他呢从头到尾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啊，他一个人不抓，你抓了10个人，然后到最后谁赢？是那个对面刷的人赢。你信不信？而且对面刷的赢的胜率要比你抓的胜率要高很多，但是经常会是队友吵架，或者对面他不想玩了，他就各种他心态崩了，因为这个输，你懂吧？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可能不理解，但是我跟你这么一讲你就懂了。因为路人局呢，你抓来抓去，你抓来抓去，其实你的发育是不会比如说这个盲僧他现在抓了8个头，啊，不是8个头过了啊，5个头，我一个都没抓，他的发育跟我一样。你信不信？而且他等级没我高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他在帮他打野抓的时候，他的队友跟着哗啦搞来搞去，搞来搞去，然后什么钱都不打，等级什么都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处跑，哎，这个是很多路人他不知道的，所以打了半天就发现赢不了，哎，但是大多数你的队友会什么？哎，就怪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不行，我们输了，我们打不了这种，然后从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好的行为。是到这个数的，但你真正打下去你就知道，如果你阵容好一点你就赢了。哎，我说的这个行为大家可能不太认同啊，大家觉得不，但是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视频，打过很多段位，打过很多场，这种研究过很多上分的这种套路所得出来的。哎，因为段位越低，你越抓人，其实抓来抓去，你抓不着什么东西，你就看到哦，的确你杀人了，对，然后搞了半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等级跟你的补刀什么都没有。你看，像这种打来打去，什么补刀都没有。你看我们一个人没，我们杀一个人，你看这伤害爆炸，那扛塔对吧？无敌，你看了，你花里胡哨杀了半天，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但是你只是说，哎呀，比分高很多，哎，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一块没什么感觉啊。这就是一个理解问题。当然了，为什么我们把段位说得很明确，它的确跟段位是挂钩的。你上了钻石这种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有合作，你是不可以单人 carry 的，对不对？很难的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你就必须得强调合作。做，所以我这么一讲你就懂了。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段位选择一个后期强势的英雄，然后呢怎么样，哎，偏刷，但是也要抓啊，偏刷，像我们这种怎么样，偏刷，但是呢也抓，对不对？哎，偏刷给我们最大一个感觉就是什么，就是前期很多情况下就是我就这么跟你讲，比如说我们上去抓一波这个啊，我们去过来抓一波这个沙皇啊，但是几乎99%的玩家，就是你的队友，他是做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操作，跟你的行为形成一致，他是肯定做不到的。我用99%，就是不绝对，那1%是什么？
那百分之一是一个职业玩家，他没事干跑到这个地方来玩，碰到你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制造出来什么出其不意、诱敌深入、什么什么形同一致，他做不到的，他不懂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他做不到就会导致怎么样？本身你前期的伤害值就低，英雄伤害值就低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导致经常会失败，甚至只能打一波，甚至怎么样。然而呢，你会发现，对面如果打得好的，对吧？你再骚扰他没用，他比你队友打得好，他就是比你打得好。你再怎么骚扰他，他就是那么皮，你没办法啊！打到后面你会自己很难受。就这么一讲你就懂了吧？哎，当然了，我们要讲的意思呢，抓还是要有啊，只是你要相对于来说偏刷一点，偏刷一点。根据段位来，哎，段位越高，也不能说段位越高 gank 的次数就越高，也不是这么说的啊。原地跳 W 接 Q 接大招，连续的这个连招，你看这盲僧从头到尾没动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其实想摸眼，他摸不出来，他眼都插不出来，因为我们这套连招他是无法动弹的，他在短短的那几秒钟之内他是不可以动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不可以动。这是扎克的一个组合连招啊，你看啊，来 W 接 Q 再加他再弹，你会发现将近有怎么样，将近有两秒钟不到啊，一秒多一秒半的左右，敌人是不可以动的。哎，您皮你不皮还好，皮我就杀之，哇，皮减组织，怎么说有被动就是皮，哎，舒服，哎，很 nice， 他亮牌子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杀的。哎，闪现原地，哦喽，这个就不慌不忙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哎，这个要，哎，跳弹等我一手哈，等我一手，哎，等我一手，哎，好，舒服，走了，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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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回家，怎么说？不可能再追了，很皮，这套连招，大家肯定是想问我是怎么放的，对吧？哎，很简单，我们把步骤跟大家讲一下啊，特别简单，只要你学会了这一招，你基本上扎克你就，哎，初三了，你就能玩了。再加上我们的思路，你就肯定是，我跟你说，你打路人局，你肯定是蛮厉害的，就属于我用蛮厉害的来形容，你知道吧？你在你的这一方是肯定蛮厉害的，就是你会让对方感觉你弱的不行，很难受，打不动你。你只要用我们这个思路。这个英雄太简单了，它是不需要操作的。哎，我们的连招是什么？我们的连招是 E 空中 W Q 弹，哎，这套连招动不了，这蛤蟆是不能动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蛤蟆非常难受，主要让你队友输出了很长时间，哎，为你队友创造了很多的输出时间，一套 combo 就把对面没得打了，我们已经非常弱了，我们2500滴血。哎，主 E 的好处就是能够要去，要不要去勾引，捡个灯笼，哎，拉这边拉惩戒，这边打不错，不要怕，三个人照打，杀奶妈四个人照打，因为我有一根，好，情况不对，怎么样，哎，赶快撤退啊，溜了溜了溜了溜，但是边溜边打啊，边溜边打，哎哥，反走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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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不掉了溜不掉了溜不掉了，溜不掉溜不掉，哎哎，溜不掉了，奶妈不杀不行，像这种一定要把奶妈杀了，因为我们是那种比较柔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我这个英雄呢是比较柔的，我一定要去搞他们奶妈，奶妈不死我很难受。因为我的伤害是那种偏柔的，你知道吧？慢慢的打的。劈了劈了劈了。我们这个英雄非常怕什么？非常怕这种回复强的啊，费拉基米尔，对吧？哎，奶妈，特别怕这种。因为他的血量你按不下去，他就无限涨，包括像什么这个诺手啊，我们特别喜欢那种脆而且没有回复，但是他爆发高，哎，那我们就不怕，你爆发再高跟我不搭嘎，哎，不搭嘎，飞跃，呜，能飞到这里，我操，
WQ 接大招弹空中还在按 W， 哎，在减组织，看到没有？你边弹你要的是卡位跟减组织，知道吧？E不要急 ，E 不要急，等你的队友有个好的位置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灯笼挡一波，好，减出来，有点多，说实话有点浪，不能浪，我们要召集队友，有点浪。前一波组织，我们大招空中是可以放 W 的啊，所以空中一定要 W 好了要放，而且还要减组织，这个不要搞他，搞不死。卡特这个英雄是不需要蓝 buff 的啊，因为他对于 CD 也没什么要求，他只要杀人。这个游戏唯一两个不需要蓝 buff 的中单，卡特和亚索，哎，这两个唯一不需要的。不是唯一，有点矛盾，嘿，唯二不需要的，怎么说？嗨，格雷夫斯好像不太愿意来。你看这个大刀很烦，大刀很烦，我得等格雷夫斯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波没有大招，说实话有点皮。队友好像不太愿意来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抱一波团，抱一波团。主翼真的厉害，主翼的扎克跳得好远。其实我们有个抢龙技巧，但是我没去，知道吧？有惩戒我们就可以去。我们什么抢龙技巧叫飞越黄河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你比如说抢大龙，啊，飞越黄河，啊，空中又入惩戒，啊，你就无伤的将对面龙给抢掉，飞越黄河，哎，这不没事也，有事也我们惩戒一次。很厉害，这是扎克唯一扎克能抓到的，其他不行。飞越黄河 ，nice。李青也可以半空中弧旋，哎，但没他这个舒服。哇来哇来哇来，有点浪了，有点浪了，被发现了，赶快走。我们去飞跃一波，飞跃一波。我现在非常的肉，但是我需要团战，没有团战我再肉都没有用。我的这个伤害值在对面不值一提，哎，但是我可以为卡特提供输出，你知道吧？我可以为这个男枪提供输出，我们卡特装备好，所以这把我出的肉装的，哎，如果发现我们这个队友打的并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就要出输出装了，也可以，你知道吧？都可以，前面有眼。哎，像这个位置注意看啊，男枪这种那不要急。哎，你看，注意为这个位置，哦，奶妈，哎，奶妈，跳，我被控制住了。哎，你 dominating 也不行，你 dominating， 我一手愣头青的追，我一手愣头，哎呦，他护盾好了，哇靠！然后我再往前冲，他们就很难受，对吧？兄弟，我来。我走位好，没事，我有这个东西。哇，他真的胆子大，这个李信是真的铁头娃，愣头青，你以为呢，兄弟？嘟，空中 JQ， 哎，好不了。你像我们这个愣头青的往前冲，对面很难的，他打不动你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，你的队友就很舒服。哎，我们的这个队友在后面上，他上，他很开心。哎，前面有个扎克在前面，铁头在前面，他们根本就不怕，很舒服。那这个就有点浪了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要管了。他杀得掉也好，杀不好也好，这我们就溜了啊！不要去试图的跟他们一起皮，容易输。但是现在优势可以皮一皮，哎，可以掩护他一下。就 W 接反向 Q， 蓝盾被沉默了，有点皮，走吧，走了，我在出装备了。飞，很舒服，这个飞的感觉很好。3000滴血的扎克啊，开玩笑，26分钟3000滴血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还有组织不停的减，加上我们的这个天赋点的这个回复加成，
哎，再加上我们的巨象勇气，你知道是有多肉吗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好，无解，3300无解。我们再来一首这个复活甲，哇！其实不需要了啊。一般你像这个阵容啊，你出到这个装备啊，够了。你马上要做个深渊，哎，带一点输出，因为他奶妈你知道吧？有时候你带一点输出，就不需要再肉了。你3300其实够了。大龙高起，大龙高起，你戳，让你戳。Q 蓝盾大招弹减组织，减组织不是为了回血，而是为了你还皮。哎，皮，没事，不要，这时候不要交易，不要交易，他能把你打断，知道吧？哎，往这边拉，哎，好，怎么说？秒跟，哎，这个没办法啊，嗨哥挡在队友前面，队友很舒服的，队友很舒服的。刚才我们是连打带跑，所以那个跳，所以你会觉得啊有点呆啊，实际上不是，怎么说？哎，跳到后排往前卡位，反向嗨哥捡组织，还没有我们事情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捡组织 ，OK。好，往前卡个视野，看不见的，很远，超远距离。哎，嗨，哎，舒服，嗨哥，很肉，很肉，扛着塔，无解，就他，就他皮。哎，这个就可以盯他一波。好，他交了个闪现，可以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哎，你看这血量扛的啊，这完美，像这种坦克真舒服，这种坦克就舒服，队友很舒服，你知道吧？队友胆子就会很大。有人在他扛着，他怕什么？队友超级的舒服，他想怎么玩怎么玩。我们帮他挡啊、说实话，这个有点闹了啊，这有点闹了。我们一个挡箭牌往前面一站，胆子都很大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把虽然是不用出肉了啊，但是为了节目效果，再让他更肉一点，很舒服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便的玩，随便的挡在你的队友身前前面，也不是不能出，能出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肉也能出，但相对来说这盘的话科学一点，那肯定是深渊比较好。哎，大龙管一下，小龙无所谓，等队友，等队友，这队友有点浪，哎，有点浪，喜欢这个以少打多。我们只秀，啊，嘟，剩16了，建筑者，啊，舒服，振奋的回血，提升，哎，再加上我们的天赋回血提升，太有心了。再买一个这个魔抗，双抗又高，现在双抗过200啊，没有，魔抗150，肉的对面头皮发麻，来了，搅屎棍来了，团战搅屎棍，搅屎棍小王子，搅屎棍小王子来了，对面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说实话，注意看我们在那个角落，哟，这有眼的，来准备一手皮，塔下并不是很好。先溜，先溜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先退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扛塔着，然后反向再找个机会，像这个位置打我们不太舒服，所以尽量的把队友拉回来，不要打，哎，但队友还是要打，我们先留得青山在，没办法了，因为打下去全死。那这波的话，其实我们不太那个啊，但是这个怎么讲呢？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这波的话，你像这个地方不应该打，但队友全部冲进去了。这其实呢也是路人他一个弊端，因为路人呢他这个一旦打起来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撤的，而我们撤是明确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只是说你的队友可能不太会撤。哈萨克大招被沉默了啊，但我们这个哎减组织很舒服，拖延时间，哎，很好，就为了拖延时间，其他的没什么。问题不大，哎，我们这个老妈是很激动，兄弟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有很多波就是为了秀而那个的，但是很抱歉，我的屏幕根本就没切过去，呵呵，他
肯定会很难受。兄弟，真的不要再秀了，不打大龙。他有很多波，他刻意的去一打三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关注他。他被锤的头皮发麻，二杠七，哇，真的别秀了，我要飞越黄河，飞越，飞过去，这位真飞不过去，飞到这位打不能打，打不能打，别打是不能打的，像我们找个地方兜一波，我大招没好，哎，这提前，哎，沉气，对不起，他看不到我，他看不到我，你知道吧？哎。你记住啊，这个游戏的视野是你看不到别人，别人看不到你，知道吧？哎，就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，漂亮 ，beautiful， 一波的，哎，舒服，又被沉默，很烦，我很肉，蓝盾，哎 ，W， 减组织，哎，减组织，这时候平 A 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听说你喜欢在旁边加血秒跳，那你加血，这个组织就不用捡了，加血锤死你，一波重锤把你锤死，打龙，可他搞这个东西，我打龙啊。我这东西打龙呢，怎么讲呢？啊，反正也不错，因为毕竟我有百分比掉血，知道吧？哎、啊，盲猜差不多了，在这里，嘟，搞这个东西，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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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啊，我操！嘟，嘟，哟，我看你跑，我看你往哪跑。算了，这波没有那个 ADC 龙不好打，我们打的有点烦，万一被他搞了还真的不太好。卡特伤害是很高，但是他对于打龙这块没什么用。啊，我复活甲了，复活甲加上被动，我可以随便卖，但是不科学的战斗我们是坚决不会卖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比如说像刚才在那个地方，不科学的战斗你绝对不要卖，哎。来个这个鸟盾，鸟盾削了，哇，这个鸟盾太垃圾了，削了削了削了，怪不得了，鸟盾削了，来个大的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翻皮水，哦，这种感觉很好。大肉坨这种感觉非常好，但是这种还是强调一遍，这种出装不科学，不科学，知道吧？这个阵容我们没必要，那也可以出，可以出，只是不是那么的科学。你的伤害值太低了，你打到奶妈身上，主要他们还是有个奶妈，哎，要没奶妈其实倒还好，因为你伤害实打实的，打多少就是多少。这不要跳，我可以先打一套跑，知道吧？哎，哎，其实这种海底捞我们是最喜欢的。哎，没留住，留住我就把它打断。这种海底捞很喜欢，但是我们要扫描，确保你的位置没有被发现，那海底捞的威力就大，否则就很捞，你知道吧？哎，那就很捞，不是海底捞。哎，这波海底捞就威力就大。哎，海底，咚咚咚，把它赶走够了，不要追，知道吧？哎，把它隔开，战场隔开，战场隔开机，一手，嘟，好，前面打我，求打。我死了，死了，死完了，怎么死完了？怎么人不在啊？人都在啊！我都把隔开了，你们一个亚索把你们都杀了，我扛三个，我扛三个还是四个？三个，对，一个盲僧加亚索把他们杀完了。说实话。这是一个坦克的悲剧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们展示的还是挺好的，你说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展示的还是蛮好的，这没办法，坦克就这样的。你要做到的就是切割、开团、